刀立天空神通品第一，如是我闻。意思：佛在刀立天为吾说法，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，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，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。各遣侍者问讯世尊，是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，所谓大圆满光明云、大慈悲光明云、大智慧光明云、大般若光明云、大三昧光明云、大吉祥光明云、大福德光明云、大功德光明云、大皈依光明云、大赞叹光明云，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，又出种种微妙之音，所谓谈波罗蜜音、施波罗蜜音、忏提波罗蜜音、毗梨耶波罗蜜音、禅波罗蜜音、般若波罗蜜音、慈悲音、喜舍音、解脱音、无漏音、智慧音、大智慧音、狮子吼音、大狮子吼音、云雷音、大云雷音，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音已。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，亦即到刀立天宫，所谓四天王天、刀立天、西愿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、梵众天、梵辅天、大梵天、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光阴天、少尽天、无量尽天、遍尽天、福身天、福爱天、广果天、无想天、无烦天、无热天、善见天、善现天、色究竟天、摩悉首罗天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，一切天众、龙众、鬼神等众即来集会，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、江神、河神、柱神、山神、地神、川泽神、苗架神、昼神、夜神、空神、天神、饮食神、草木神、如是等神皆来集会，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，所谓恶目鬼王、淡血鬼王、淡精气鬼王、淡胎卵鬼王、行病鬼王、摄毒鬼王、慈心鬼王、福利鬼王、大爱敬鬼王、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。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，如观是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，此世界、他世界、此国土、他国土，如是今来集会到刀立天者，如之数否？文殊师利白佛言：世尊，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，不能得知。佛告文殊师利：吾以佛眼观故，犹不尽数。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，已度当度未度，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。文殊师利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以过去久修善根，正无碍智，闻佛所言，即当信受。小果生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，虽闻如来诚实之语，必怀疑惑，受死顶受，未免心谤。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、立何愿，而能成就不思议事。佛告文殊师利：譬如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草木丛林、稻麻竹苇、山石围成一物一树，作一恒河、一恒河沙、一沙一界、一界之内、一尘一劫、一劫之内，所积成数，尽充为劫。地藏菩萨正实地果位以来，千倍多于上谕，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。文殊师利：此菩萨威神事业不可思议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，闻是菩萨名字，或赞叹，或瞻礼，或称名，或供养，乃至彩画刻落塑漆形象，世人当得白返生于三十三天，永不堕恶道。文殊师利：是地藏菩萨摩诃萨
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节前，身为大长者子，时事有佛，皓月狮子奋炫具足，万行如来。时长者子见佛像好，千佛庄严，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。时狮子奋炫具足，万行如来，告长者子欲证此身，当须久远度一切受苦众生。文殊师利，时长者子因发愿言：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，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受方便，尽令解脱，而我自身方成佛道，于是于彼佛前立施大愿，于今百千万亿挪由他不可说劫上位菩萨，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时世有佛皓月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彼佛受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，束缚身后众所亲近，行住坐卧诸天卫护，其母信邪，常请三宝，是时圣女广受方便，劝诱其母令生正见。此女母未全身信，不久命终，浑水堕在无间地狱。时婆罗门女之母在世，不信因果，即当随业，毕生恶趣，遂卖家宅，广求香华及诸工具，于宣佛塔寺大信供养，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其形象在一世中塑化威容，端严必备，时婆罗门女瞻礼尊容，备身敬仰，私自念言：佛名大觉，具一切智，若在世时，我母死后倘来问佛，必知处所。使婆罗门女垂泣良久，瞻念如来，忽闻空中声曰：泣者圣女，勿至悲哀，我今是乳母之泣处。婆罗门女合掌向空，而白空曰：是何神德宽我忧虑，我自师母以来，昼夜忆念，无处可问知母身界。时空中有声再报女曰：我是汝所瞻礼者，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见汝一母，备与常勤众生之分，故来告示。婆罗门女闻此声已，举身自扑，肢节皆损，左右扶持，良久方苏。而白空曰：念佛慈名，诉说我母身界，我尽身心，将死不久。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：汝供养毕，但早反射，端坐思维无知名号，即当知母所生去处。时婆罗门女寻礼佛仪，即归其舍，以一母故，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经一日一夜，忽见自身到一海边，其水涌沸，多诸恶兽，尽覆铁身，飞走海上，东西驰逐，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，被诸恶兽争取食啖。又见夜叉其形各异，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，口牙外出，利刃如剑，驱逐罪人，使尽恶兽，复至伯爵，头足相救，其形万类，不敢久视。时婆罗门女于念佛力故，自认无惧。有一鬼王名曰无毒，稽首来迎，白世母曰：善哉菩萨，何缘来此？时婆罗门女问鬼王曰：此事何处？无毒答曰：此事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。圣女问曰：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，是事实否？无毒答曰：实有地狱。圣女问曰：我今云何得到狱所？无毒答曰：若非威神继续业力，非此二世终不能到。圣女又问：此水何源？而乃涌沸，多诸罪人以及恶兽。无毒答曰：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，心死之者，
今四十九日后无人祭祀，未作功德，就把苦难生时又无善因，当具本业所感地狱，自然先渡此海。海东十万游巡，又有一海，其苦备此。彼海之东，又有一海，其苦复备。三业恶因之所招感，共号业海，其处是也。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：地狱何在？无毒答曰：三海之内是大地狱，其数百千，各个差别。所谓大者，具有十八，次有五百，苦毒无量，次有千百，亦无量苦。圣女又问大鬼王曰：我母死来未久，不知魂神当至何去？鬼王问圣女曰：菩萨之母再生习何行业？圣女答曰：我母邪见，积毁三宝，色惑占性，玄幼不尽，死虽日浅，未至深处。无毒问曰：菩萨之母姓氏何等？圣女答曰：我父我母具婆罗门种，父号施罗善现，母号月地利。无毒合掌起菩萨曰：愿圣者却返本处，无自忧异悲恋。月地利罪女升天以来，经经三日，原成孝顺之子，为母设供修福，布施劫华，定制在往如来塔寺，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，应是无间罪人。此日习得摄漏，俱同生气。鬼王言毕，合掌而退。婆罗门女旋如梦归，悟此事已，便于劫华定制在往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：应我尽未来劫，因有罪苦众生广受方便，时令解脱。佛告文殊师利：使鬼王无毒者，当今才首菩萨事。婆罗门尼者，即地藏菩萨事。